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蓝浩。您刚才看到的效果，是否以为是我们后期添加的特效呢？其实不然，这是通过这款增强现实智能眼镜得到的效果。想知道这款眼镜在生活中会有哪些应用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蓝浩，那个发电机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去看一下吗？好的，没问题啊。第一步，拆下火花塞。第二步，拧开 OHB 外壳螺丝。第三步，拆下 OHB 外壳。这款智能眼镜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光学显示系统，内置了精密的传感器组合，能够实现精准的虚实结合。所以在如此强大的科技的支撑下，尽管是对机械一窍不通的普通人，有了事先编辑好的电子说明书，也能够按照直观的步骤来检修维护这台发电机了。怎么了？这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打不着火了。哎呀，要不我打个电话给我朋友问问吧，他正好是修车的。千万别，等他们来时间都耗光了。我先来试试吧。哎，师傅你好。哎，你好，您看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往左边看一下，然后我帮你画一个圈，你看看这个位置有没有问题啊？它配备了独有的远程虚实交互系统，可以在眼镜中与专业的师傅进行视频通话，对方还可以在画面中将问题标记出来，并且实时传输到眼镜的画面当中，极大的节省了检修的时间。这款眼镜拥有一个多人互动展示的功能，参与者佩戴这款眼镜能够对同一个动画模型进行操作和拆分，可以了解物体的内部构造，省去了很多拆卸真实模型的麻烦。不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都能够极大地提升我们的效率。目前这款增强现实智能眼镜仅应用在航空航天、教育培训、电力汽车等专业的领域，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这款眼镜将会逐步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仿生机器鸟。刚才啊，大家看到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的这个小家伙，它不是真的鸟。
无需过多操控。这个仿生机器鸟机身当中植入了6个轴传感器，可以随时感知飞行的姿态，调整纬度，实现直线飞行，同时还可以根据自身携带的气压计计算高度，实现定高飞行。另外，它的机身当中还装有智能避障模组，当飞行当中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可以自主识别。已经不再停留在人们的科学幻想中。从航拍到无人机，智能飞行器已经运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能够实现自主飞行的飞行器为我们在各种领域的研究也是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型扑翼飞行器能够运用于军事安全监测等各个领域，为我们带来生活便利和安全保障。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水下跑步机。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宋宇浩。平时您都在什么地方跑步啊？公园、健身房还是马路边、操场？要我说呀，这些跑步的方式啊都太普通了。作为时尚科技秀的体验者，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体验一种新的跑步的方式，想知道吗？跟我走吧。怎么样，你们看我这身装扮是不是感觉非常奇怪呀？其实啊，我就是要穿着这身泳衣在水中跑步。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在水中跑步。不知道水的阻力那么大，我能不能跑得起来？咱们一起去试试吧。这在水中跑步啊，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我就跑了这么一会儿，我的大腿啊就已经有点酸痛了。真没想到啊，这在水中跑步这么费劲儿。这是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800倍，在水中每迈出一步就已经很费力了，更何况是跑步了。很多运动员就是利用阻力把水下跑步作为自己训练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水下跑步机的阻力加压，可以增强运动员的训练难度，帮助提升肌肉力量。其实水下跑步机不仅仅可以增强体能，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减少对膝盖脚踝的损伤。这是因为我们在路面跑步时，每迈出一步，膝盖便要承受身体7倍的压力，每只脚也要累积承受2至3倍的负荷。而在水中慢跑时，由于水的浮力的作用，可以大大减少地面对身体各关节的冲击力，有效减小了跑步受伤的可能性。累了吗？休息一下，利用强力按摩水枪，加了压的水就能使堆积的乳酸快速释放，消除运动疲劳。可能有观众会好奇，在水下跑步怎么能保证安全和干净呢？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拉动这个安全手环，跑步机就会立即断电停止运动。通过沙缸过滤、臭氧消毒，就可以保证水池的干净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的进步。水下跑步机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新颖的健身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科技健身的新窗口。